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浩咪书城 AI 店长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随着台湾将在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将达到 20%， 乐龄族群越能保持身体健康，对自己、对下一代及对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而阅读养生保健书刊有助于应对这一趋势。由于书中提供了科学且易于理解的健康知识，并有新的健康资讯，让您了解如何应对常见的关节疼痛问题。书中提供的实用建议与做法，能帮助您改善生活品质，更容易掌控自己的健康，增强自我照护能力。接下来就让我来为大家导读吧。随着年纪增长，保持身体的灵活性和舒适度变得格外重要。解酸止痛、筋膜伸展解剖书就提供了32项针对全身各部位的简单伸展操，每个动作只需1分钟，便能有效缓解常见的酸痛和疲劳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无论您肩膀酸痛或腿部不适，这些伸展操都能改善身体健康状况。书中附有详细的图文说明和动态示范影片，让乐龄者能轻松理解和学习每个动作，配合书中的动作练习，让您保持活力，享受更健康的生活。膝盖健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。如果乐龄族正受膝盖疼痛所苦，自己的膝盖自己救，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真相这本书是您不可错过的宝典。书中揭示了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真正病因，说明 95% 的退化性膝关节炎并非仅由退化引起，而是因为内侧摩擦现象。破除常见的膝盖疼痛误解，提供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。书里介绍3重护膝策略，包含护膝的3个生活原则和3种简单运动，另外还有智慧护膝保健和多种治疗方案，从早期保养到中后期的手术选项，让膝关节不再是不可治愈的问题。而透过简单有效的伸展和按摩技术，也能轻松增强身体及关节的柔韧性。关节放松，全身零酸痛这本书介绍全身放松的技术，包含5大后弯伸展、6部位按摩和9种解酸止痛法，消除长期的酸痛困扰。针对常见的肩膀、髋部和膝盖问题，书中提供详细的步骤和视觉化图解，帮助增强关节的可动域，并提供简易的自我检测和调整方法，如横膈膜呼吸法和针对大腿后侧的伸展操，让您能够自我监测并改善姿势，提升身体健康。了解我们的身体运作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免疫，认识你的免疫系统，45个打造身体堡垒的必备知识，这本书将带您探索免疫系统的奥秘。透过浅显易懂的解说和插图，包括抗体、发炎反应以及如何对抗病菌和病毒，帮助您更清晰地了解如何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，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疾病侵袭。书中还打破许多常见的健康迷思，强调追求免疫系统的平衡而非单纯增强，帮助读者免除无效的养生方法。同时通过易懂的解说和插图，让年长者能轻松掌握如何维持健康的免疫系统，提升生活质量。有兴趣的读者，浩咪书城付费用户请直接下载您有兴趣的书刊内容，还未付费的用户可先注册登入成为体验会员，享有7天免费体验，或直接申租浩咪书城阅读包，即可享受主流报纸、杂志、畅销书及有声书等丰富内容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体验阅读的乐趣。